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ummer， 今天我们来玩美国的司机坦克哦，轻型坦克哦，直接进战斗哦，因为小伙伴说想要看，我们今天就来录它哦。然后顺便说一下，那个我之前的话就是因为 8.2 更新哦，然后4202有做一个改动哦，所以我优先研发了那个4202哦，然后后面的话我会先研发，如果 8.3 波兰的那个坦克没有推出的话哦，我会研发一个那个 T11015。STB 啦，不是 TR-015，STB 哦，日本的那个中型坦克哦。OK 哦，小伙伴再等等哦，就是如果经验足够的话，我会提前研发，前提是波兰线没有加入哦。我们这边的话，对方中型跟轻型各一台，我们这边的话两台中型，一台轻型。OK， 打看看。这边的话遇到我的朋友。我现在在玩那个 T11015， 这边看这台来了，给你一炮，哇哦，互相给一炮，行哦，帅哦，他这边的话他有瞄准到我，这边有一台那个 T11014 嘛 ，OK， 没打中哦。等一下 ，OK， 这边的话有一台，啊，没打中。这边的话，他们的113要过来了，我们往后退一下，来不及了。OK，S8 也过来了。113这个样子是想要过去，我们打他一炮，赶紧先躲一下。OK， 他们 T2014 没血了 ，OK 被带走，被4202带走，然后这边还有一台 T1113哈，我们这边等他一下 ，OK， 我们的15开炮，这边的话打他一炮，没打穿，可恶哈，这边的话我喊一下支援，让小班过来支援我。我现在在看热舞，这个小滑头他们183全毁，怎么回事啊？自己跳坑里去了吗 ？OK， 他们的113转头了，我们打一下 S8。哇，我就这样卡在这边就够了，卡这两台就行了。这113来了 ，OK， 等一下，往后退。OK， 他这边他瞄准我 ，OK， 给你一炮 ，OK， 好滑，好经典。他没穿我，他们的 S8 已经过来了。OK， 那个 S8 想要过来抢吃我。对，我们等他一下，再给你一炮。OK， 我再往后退，剩他们三台了。啊，我们的4202。OK， 行，这边的话我们卡了，卡好卡满了。OK， 我把他带走，摇屁股。OK， 113也被带走了。OK，Nice、okay， 哦，这场的话第一场玩得很漂亮啊！我等一下小伙伴一定要来跟我叽里呱啦了，他遇见我 ，OK， 他打了3460哦，我们给了他一个棒棒。这场的话我打了3277哦 ，OK， 我没有发现一个敌人，这边的话取胜了、哦，我们来玩第二场。哎，是什么、啊、？OK 哦，卖传奇头像 ，OK， 这个也能卖，很夸张哎。这不是一个收集吗 ？OK 哦，现在官方连那个头像都有在卖了，真的是很夸张。第二场哦，西莫尔斯多夫。现在，哇，又遇见我小伙伴，有没搞错？OK 哦，现在的那个时间，找他第一次。行，我们这边的话，现在的时间是早上了，差不多快要7点吧。现在人数不是很多的样子哦。这场的话，对方两台轻型坦克，我们这边的话两轻一重。OK， 他们的那个美国的那个轻型已经往前冲了，我们这边等。驱逐坦克还没出来吗 ？OK， 他们的 S7 出来，我们好好瞄准哦，给你一炮，没穿。没穿就亏了 ，OK， 他们的那个思云也过去了，糟糕，过去三台了最少。OK， 哇，这台
打你一炮，这样出来。OK 哦，对哦，坚守岗位哦，小伙伴加油，就靠你们了、哦、今天。OK， 这台轻型坦克还在这边。OK， 哦，100开炮了。OK， 他们的坦克想要冲我、哦、这边，打你一炮，身穿不够。OK， 我小伙伴这边的话再坚持，坚守岗位就行了，不用冲了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六台在这边，还有一台呢。OK， 还有一台出现了，哇，这台太慢了，这台现在才出现了。OK， 没打穿。行，我们这边的话绕他一下，绕他一下，这边有一台。OK， 这台在躲。先把他打掉，然后这边50B 打我的。行行行，我们这边的话来绕一下50B、哦。OK， 他们有那个轻型坦克过来了，我们打他。赶紧跑一下，躲一下。完了，来了。OK， 他开炮了，他开炮还没打中我。哎，还没开炮。把他打着火了，然后我们这边再躲一下，我要，这太紧张了吧。OK， 他们的50B 被带走了，剩下这台轻型坦克哦。哇，我急了！糟糕，我急了！啊，大意，我们这边好好瞄准哦，把他带走。这台试运的话没有血量了，哎 ，Seven 在我的前方，打呀 Seven， 再躲一下，他们还有三台哦，然后 Seven 来抓我 ，OK， 这边的话我们躲一下 Seven， 100在我这个位置 ，OK， 他开炮了吗？我很像听见开炮声哦 ，OK， 我们打，啊，没打穿。这个身穿有点糟糕，我们的15小伙伴在扛线。 OK， 开炮了，我们这边的话来打，还真的打不穿吗？ OK， 我打了一个身后好了，这边的话小伙伴要被带走了，糟糕。 OK， 我这边是有打穿了哈，糟糕哦，绕他一下 ，OK， 赶紧绕他一下哦！我的天，我要退啊！完了，我犯了一个大失误啊！这场的失误太多了哦。我们小伙伴这边莫名其妙剩下一台了，糟糕！这场的话太多炮没穿，浪费太多时间了。OK， 我们的 SY 被带走，很可惜哦。OK 啊，这场是打输了。啊，我的天啊，打了3521哦，失误太多炮了，我小伙伴跟我无力回天哦。发现六个敌人补助我1041的伤害哦，没用哦，可是啊还是打输了。我们来玩第三场。OK 啊 ，STV 的话，我过后的话就会进行一个研发，希望8.3的话波兰会推出哦，如果没推出的话就是。优先研发日本的那个重型坦克，因为基本上也是一直想要玩它、哦、感觉它还蛮好玩的样子。哇哦，连续三场和我小伙伴在一起 ，OK 哦，开心哦，超开心啊！对啊，因为现在是早上这个时间啊，所以就没什么人。昨天才刚和小伙伴说，就是说为什么那些。玩家都会蛮有时候蛮重复的、哦、因为时机放的话有些某些时段就是这样。我们来看哦，看有没有那个对方的中轻型坦克。没了吗？因为这边有一台打你哦，站着、他直勾勾站着发呆。 OK， 不行，不要上 OK 哦，不要紧张哦，紧张坏事。我们这边的话来看他们的263卡在那边了，然后那个他们的爆员冲到家里去 ，OK 哦，那肯定完蛋啊！那冲直接冲家里，他们的175也冲家里了，
行，我们这边的话来抓175。OK， 箭手岗位哦，不用上了，我们的15上了。我们来打看看 ，OK， 这边的话，对方的175冲下来了哈。我们来针对他 ，OK， 他们的那个爆员很聪明啊，来了，我们这边打了，哇哦 ，S8 帮我处理掉，我浪费掉了这一炮，可惜。OK， 我们来看这台175。OK 哦。183要来了吗？那这样转 ，OK。我们的 S 8能把它带走吗 ？OK， 装填要好了，看一下，留一手哦，怕我们 S 8带不走它。带得走吗 ？OK， 我帮你带走。他们的263还在那边卡 ，OK 哦，坚守岗位哦，不急哦，我来了。OK OK， 哦，意大利65来了，意大利65来了，抓意大利65哦。OK 哦，让你得瑟，他这边的话要开三炮，对对对。轻型坦克还在这个位置卡，我们他们的263装甲太好了，卡那个位置的话基本上太好用了。OK， 我们这边打轻型坦克，有 OK， 轻型坦克被带走，我们这边也崩了，我要来赶紧救我们的 T11015。OK， 赶紧救一下 ，OK， 这边的话，他们打我了，他们的人打我了，这边我们来看。OK， 终于把263处理好了，我们这边的话躲一下。OK， 哇，183。183 nice 哦，把它直接带走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来看。OK， 这台111。它开炮了吗？还没。OK， 行行行，还没还没，它还没开炮。这边的话，看小伙伴怎么做，把它处理掉。好，好瞄准，给了它一炮。OK， 它不见了。OK， 行，我们的那个意大利九级把它带走。OK 哦，取胜哦，惊险哦！这场打了3439，我小伙伴依然打了一个3000哦，和我一样哦，第二名哦。这边的话发现两个敌人，哇，我这场补助了快3000的伤害哦。OK 哦，非常的多、哦。我们来玩第四场。OK 哦，因为基本上现在你看十几房他们的人数、哦、都是现在只有14个、哦、所以人数不会多、哦、正常哦，一直会遇到重复的玩家。再来吗 ？OK 哦，没有哦。这场的话，我小伙伴在我对面。OK 哦，糟糕了，这队友都忙了哈、哦。小伙伴的话还蛮强的吧？糟糕糟糕，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让我们来看。两台中型，两台轻型，怎么打呢？OK， 先点亮，来了一台，先点你炮，他们的 M46 在那边。我们的小伙伴的话 ，OK， 小伙伴卡这个位置，行哦。所以让我们来看 ，A 点在占领这 ，OK， 我们 D 点也占领好了。这场的话，对面只有一台驱逐坦克。OK， 大概抓到他们的位置，进攻哦 ，C 点进攻。OK， 发现敌人 ，C 点进攻 ，C 点可以进攻了。OK， 敌人在占领一个 B 点。
躲他一下 ，OK 哦，这样躲一下。OK， 进攻哦，大家可以进攻哦。150，驱逐坦克704在这边。我们看一下704的位置。OK， 抓不到。OK， 他们压了，他们压了，这边的话来看。OK， 行。啊，我下班去抓一台那个脱离战线的704，哇，我这边网路卡了一下，完了，网路卡了一下，糟糕。OK 哦，刚刚遁地了哦，直接遁地哦，真的完蛋了。这边的话 ，S 八，美国轻型坦克在这边，给你一炮。OK 哦，进攻哦，小伙伴进攻。OK， 把他们的那个美国的轻型坦克带走了，然后这边的话我们烧一波，他们的 S 八在这个位置打 S 八，直接哈 ，OK S 八开炮了没打中我。OK， 赶紧躲。OK，S8 没有血量了哈，然后他们 T2015 在这边，我们打 T2015， 给他一炮，然后赶紧躲。OK， 三台，现在剩下三台，三台我在那边了。这边的话，我们再等一下。OK，T2015 没有血量了，我们优先处理他。OK， 我小伙伴被我带走了。OK，T5 我也被带走，现在剩下一台哈，这台我们来打他。哇，我没打中，撞了，用撞了。OK， 小班再撞一下，退一下。OK 哦，取胜了。糟糕哎，没有在同一队。OK， 我网路的话很像不太好的样子。卡了吗？网路卡了吗 ？OK， 我网路卡了，网路应该不太好的样子。这场的话打了4430的伤害哦，然后发现5个敌人哦。OK 这场是发现敌人很多。这边的话，我小伙伴一样哦，打了3800，也是超多哦。我们给他一个棒棒哦。OK， 这边的话没亏。我们来玩第五场。我刚睡醒哦，刚睡醒拍视频的话，基本上精神真的会差一点点了。OK， 我们这边的话一样持续来玩，我小伙伴不见了。OK 哦，在第五场的时候终于没有再看见他，应该是准备去上班了吧？我们这边的话，OK， 我也要来准备。这边的话，两台中型，两台轻型哦，然后我们这边的话一样两中两轻哦。OK， 往前看。哇，那么急的吗？哎，早知道先预瞄。这边的话呢，他们那么快就冲到这边来。STB 在这个位置，然后这边有一台这个轻型坦克，能打中吗？哇，我们的轻型坦克上去了。糟糕，我们的轻型坦克急了。OK， 舍命陪君子哦。这场的话被我们的轻型坦克逼到打一个那个牺牲战，糟糕。对哦，你看到来人了哦，真的是。OK， 我躲一下 ，OK 哦。啊，不要急啊，小伙伴不要急啊。看，我就跟你说不要急 ，OK。哇哦，800多，他们的那个百兔给了我一炮阻击了。我们这两台哦，跟我乱冲哦，没那么快想要直接进攻，他们就直接冲过去，糟糕。OK， 这边的话还有一台那个，先把你带走 ，OK 哦，不用想走。这边的话他们打过来了。打过来的，他们的那个白兔也打过来，我们来打这台 S 八。哇，差一点。
OK， 我们的 K91 防身后，这边的话，这台思域，这台百兔啊，不是思域，我们来等。我给他们的 IS88 人带走，糟糕。这边有一台那个土龟，打土龟哦，躲一下土龟。我们的183动起来了，行，IS8被带走，然后土龟在这个位置。等消光了吗？我们看一下消光了吗？OK， 给他一炮。白兔来了哈，加油加油，把土龟先带走。白兔在我们身后的样子。OK， 我们看一下白兔，打不到啊，打不到，他下去了。OK， 土龟也被带走，我现在剩下这两台哦，差一点被我们的那个 N60 跟那个轻型坦克就是坑到哦。他们刚刚的话，一开始的话就直接这样下去。OK， 开炮了啊，这边的话糟糕。完了，GG 了，完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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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我们的 OK， 我们的 K91 糟糕，加油，加油，小伙伴加油！OK，扛他一炮，加油，加油，多补他一炮，多补掉这一炮。OK，行，我们 N60 赶紧上，N60 加油，把对，把白兔先带走。哦，还没穿，完蛋，GG 了。先打轻型坦克也行。OK， 帅，nice，赶紧跑，赶紧跑，赶紧跑！哦，nice，他开炮了，赶紧回去哦。OK， 我不急哈，他大概现在装填只有到6秒的时间了。OK， 赶紧绕他，绕他，给他一炮，稳定点，帅，nice。OK， 我们的 N60 的话带我们取得一个胜利哦。刚刚开场是谁先冲啊？我发现了5个敌人诶。OK，开场的话是 T50 先冲。T50 跟轻型坦克哦，OK 哦，这两台先冲哦。啊，算了 ，OK 哦，不要乱冲哦，乱冲容易出事。OK，这边的话打了3015的伤害，发现5个敌人哦，几乎每场都发现很多敌人哦，有效的做到我们轻型坦克的优势哦，就是我们的隐蔽加我们的视野哦，然后这台的话机动又快。OK，我们来进 ending 场。Ending 场的话，哇，没有幽灵工厂哎。对方的话，3台中型，1台轻型。哇，都有装甲的。我跟你讲，3台中型都有装甲。我们这边的话，我们的中型坦克这边的话会也还行啊，都能打。只是说对方有装甲的话就很难，比较难穿透。我们这边的话来看一下。我开第一波吗？我开第一波其实好危险。我这边先打你。OK，我开第一波的话就会这样。早知道不开第一波，这边的话我们等，我们等。OK，小伙伴那边的话，我稍微的绕一下。T57，哦，对哦，他们的150人来了。OK，要想过来偷袭哦，T150人那边的话来看一下。打他，121。OK，不紧张。他缩回去，我们就探头。他来吗？OK，他想要来的样子。这边的话看一下。OK，他没来，反而是他们 STD 有来。打一下 STD 哦，威吓一下他。我小伙伴这边的话来了。等了，不急哦，我被亮了，在哪里？谁亮我？T57亮的我。OK，T57 亮了。我们的 T541 被带走了，糟糕。我身后有人。完了。OK，这边的话退一下。T57在这边啊，我的天啊！OK 啊，我们的小伙伴在干嘛？OK，我们150人挂机，天啊！我们的100走了一个 A 点的位置去占领，我的天！OK 啊，这场是绝对不可能取胜哦，我们的100走错位了哦，我们的这台挂机的大哥哦，
七早八早就在这边挂机哦，大清早。OK 哦，中型坦克那边的话本来是赢的哦，我没想到他在挂机，刚刚没有留意那个小地图，打得太激烈了。这边的话 ，OK 他被带走，活该啊，真的是活该。我们的蟋蟀 OK， 这边蟋蟀也没上哦，躲在一个很后面的位置黑枪。我们的 MVP 哦，100 OK 哦，这种输了就很不应该 OK， 这家伙，哎，我的天。GG 了啊，还打不穿，还让他多打一炮。OK， 加油哦，121加油哦，第一次为敌人加油哦。我靠，我真的是晕倒了。哦，我的天啊，重型坦克不去 B 点，跑去 A 点占领哦。你看啊，占领到现在才410分哦，我不知道在占领个心酸了吗？还是在干嘛？哦。OK， 我刚刚看，还在跑，还在跑，被别人绕你屁股了。这个真的很呆啊！我的天，不会吧？竟然还让他把121带走，这 OK， 一个比一个厉害。这边的话来看 ，OK，SDB 把他带走了。OK， 我们这场的话是肯定赢不了、哦。中型坦克走错位，然后150N 的话再挂机哈、哦。还打了一个3300哎，哇哦！OK， 新手 ，OK 哦，新车哦，还玩了71场 ，OK 哦，打3300哦，给你一个棒棒哦，给你一个超级棒。我们的150N 哦 ，OK 哦，新手挂机哦。这边的话发现4个敌人哦，然后对面这个 T57是一个高手哦。OK 哦，是猫公会的高手哦，这边的话给他一个棒棒哦。遇到这个对手的话，再加上重型坦克走错位，100挂那个150N挂机哦，是不可能取胜哦。这边的话打了1584的伤害哦。好啦，今天就和小伙伴分享这一台哦，美国十级的那个轻型坦克哦，希望小伙伴看得开心，然后也祝你们游戏开心哦。然后下一期的话，我会再做其他的坦克的影片。那今天先这样咯，谢谢大家。